南开高热爽就站起来啦。主播你会生第二胎吗？不会，主播太虚没办法。不是，我不是太虚，我的钱包太虚啦。啊对，老婆的塞奶，我跟大家讲，最近啊我老婆会塞奶，对不对？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在小朋友出生之后，女性呢她的这个本能呢就会在小朋友的吃饭时间每四个小时会分泌乳汁。那如果你没有把那个乳汁挤出来的话，情况就会变成传说中的石头奶。那什么是石头奶呢？石头奶就是你的乳腺会被塞住，然后如果它一直分泌，然后你一直塞住的话，最后就会严重变成乳腺炎，按压胸部就会变得很痛很痛。所以我现在大概每三四个小时呢，我就要帮他挤奶。我跟你讲，那干真的超累的，每三四个小时哦，不管哦，你睡到什么时候，你可能睡到一半起来，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哦，胸部好痛。帮我挤，然后我就要帮他挤了。所以挤奶这个事情，我觉得算是我现在在生小孩之后面临到的第一个震撼教育。然后重点是，好，我想说我应该要帮他解决这个胀奶的问题嘛，所以我就开始尝试帮他做那个精油按摩，按摩儿嫂的胸部。然后呢，我发现干，我超会按摩胸部的哎。后来我回想一下，我就问儿嫂就说，哎，你怎么那么会按摩？我就说，我也不知道哎，我超级会按摩胸部的。后来我想到了，原来是因为我常常在看那种 SOD 的那种精油片，你知道吗？就是 SOD 精油片，它不是一开始都会按摩吗？它不是都会按摩那个按摩那个女优的胸部吗？哎，跳都是你们，还有跳输了，靠腰。啊，可以。不，真的哎。真的，我觉得有看有差哎、欸！看我第一次觉得，就是看日本片好像看有学到东西哎、欸。看我真的超会按摩的，你玩三分套也可以82%哦！你不知道这角色有多白痴哦、喔啊！你们是要不要盖二点啊？算了，我盖二点。不是你在儿嫂面前没有，不是那个是之前累积起来的经验，好不好？那个高沙迟缓。这可以剪一支影片水一下，嘿嘿，不爱。哎，可以哦，可以哦，这支可以哦，这真的很好笑。我自己后来想一想，我觉得蛮好笑的。哎呦，铺的漂亮哎，有畜生在挖了，盖不到啊！等一下，看来要打一个三分了。マグレが上等だ。我想抄啊！兄弟这边，啊，这个是两分，糟糕，太里面了，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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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用，真的很好用。后来我大概有研究到了，因为乳房它的那个结构其实就像是一个火山一样。你要把在那个三角下面的奶啊推上去，推上去的话呢，你就要用有点那种，哎呀，被盖了，我操！来啊！マグレがある。但是盖不了，这到底要怎么盖啊？哎，你四个月就睡过夜算不错嘞。哇，完了，我的，被他抓到了。夜路走多遇到鬼，可恶！按一按就能顺势拼下一台？不会，不可能，我没有可能生下一台了。我跟大家讲，没可能，没有那个本钱呐、啊。有咯，你以为哦？做事啊 ，YT， 不是这还好吧？不是，哎，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子会黄标哦？那你们太菜了吧？你们没有看过那个挤奶台是不是？你没有看过那个挤奶台对不对？你们自己去搜寻一下美音 Mio 好不好？美音 Mio 去找一下会日文的，自己去搜寻一下美音 Mio。他直接妈的拍影片教人家怎么挤奶哎、欸、重点画面都出来了哎、欸，嘿嘿，不爱，重点的内容都出来了。不是那个东西不会黄标哎、欸，超离谱的！我就直接循环看了他妈的，看了大概四五个小时。
好嘛。哦，欸，其实骂的不错嘛，但是なんか断る。但应该肯定黄标，那个迟早会黄标，他那个就是意图不轨，你知道吗？超明显的意图不轨，收不到美音咪哦，你去找美音就有了。音好像要打那个简体的音吧？给我啦，我拆炸弹啦，还不给我？给我啦！空档喽。不会打日文，打一下来搜寻。好好，我找给你们，我找给你们。等一下，我找给你们。等一下，我现在先找一下。哎，那个他们要加油一下，让他们加油一下。我先找一下那个奶台给大家。好，哎，怎么没劲啊？樱木加油！该死，等一下害我不能找。等一下，哎。下来啦！去，好，我先找一下那个队友啊，不好意思啊，如果你们那个输球了哦，都是那个都是刚系统害的哦。等一下哦，美音，好球，好，我先找一下那个奶台。哎呦，好痛！有了，找到了。各位，搜寻这个，搜寻一下啊！那个记得我这边要挂台，不要他妈的双手打字以示清白，你各位。靠，这样都被截球，真假？完了，完蛋，又被禁了。哎，他其实那个仙道蛮会盖的，哎。进了，絶対勝。有喽，哎，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不要拿了番号就走啊！你们这些家伙拿了番号就走是怎样？我受不了喽，我要投三分喽！白痴角色，YT 啊 ，YouTube 直接搜寻就好了。老婆知道你在看这个，欸，我在学怎么吉娜，好不好？你们懂个屁啊！你们这些人不要在那边这样，我跟你讲，胀奶、石头奶是很痛苦的事情啊！你们不可以这样。見てやがれ！さあ来い！主播，你有听说阿仁最近在卖早餐吗？在哪里卖啊 ？YT 搜寻香奈与香橙哦。嘿嘿，不爱。这操作是斑马吗？肯定是斑马哦，拜托。什么是石头奶？就是啊，这还要重新再讲一次。你想要知道什么是石头奶的话，之后看我的精华好不好？这一部我应该会剪个精华。被正义魔人疯狂截取，这些人真的是多管闲事耶！该死 ，God damn！ 为什么这台打的篮球从一颗变三颗了？我们这台一向都是非常和善的，好吗？该给的东西就要给啊！文明观球，懂的啦，阿令你懂的，兄弟，各位带着健康的眼光看好不好？人家在教导正知识、正能量，教你们怎么挤奶，你们要知道石头奶是非常痛苦的。